那位师兄这疑问，就是他念有三年的经文，念到目前在历经时还是有杂念闪过，没怎么改善过。有位资深师兄让我们历经时别去管那些杂念，弟子认为这是个不偏不不等的方法，我会让你解读吗？这个方法可行吗，台长？这个方法就是自己还没有修好之前，先不要去管别人，因为你的能量体不够，所以你如果一管别人的话，你自己就会修得不好了。啊，如果有杂念啊，当各位师兄提醒弟子发觉弟子也是有这样的问题，请问师父要如何改善？他想才有杂念。如何改善？改善就好好改善。啊，啊你只要想着有佛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有杂念就必须要改善，有杂念就必须要去除。啊，就是要想着有心中有佛啦，才敢。对呀、啊，心中没有佛啦，你就有魔啦。我每次选择台长哦，台长。你说你是没问题啊？你想着台长，我不知道你有问题，你只能意念当中把台长当菩萨这么想。你要是平时人间这么想，你就有问题了。明白，明白。师父，弟子请师父，师父请弟子请教师父，请师父慈悲，弟子要弟子们要如何才能改善念经时不生杂念、妄念？念经时要如何把心定下来，念出有重要的经文？因为白话。都要后面等一下才讲，等一下等于念经文啊，才打才讲。守戒呀、啊，守戒呀、啊嗯，念经的时候要守戒。啊、嗯。守戒的人才能有定，定记住了，定就是守戒得来的。你看法师他们为什么定得下？他们守戒律，嗯、听不懂啊？啊、嗯。不守戒律的人才定不下来。你去看，嗯、你去看那些，那些流氓阿飞，他们就是不守戒呀、啊。嗯不尊重法律，所以他们才成流氓和非呀、啊。